战争。那他这个里面呢，他这个叫做物换星，就是自他要不二。为什么我们的法身跟心是一样的？所以我的法身跟他的法身是一样的，你了解吗？我的心跟他的心是一样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们呢，自他就是一如，一如。那现在问题问多了，他就是说鬼来吓人。那鬼来吓人的话，他后面呢往上推呢，他推出来了，他就说鬼只是吓唬你，他不会害你，他只是作弄你。人就是很可怕，人家人常心灵常的祸更大，包藏祸福。哎，那这条故事就是说，我昨上个礼拜看到，我这个礼拜就做给他们看。那么以后你们要学，为什么要学这个？我们从宋书明说的虚体来风，他打了我这个地方部分完全通了，虚体就是我通了，没有体的存在，所以他会打不到我。而且他会被我所左右，这虚体。还有一种说来历不入，来历不入，你们也看过了。他说我有个铁布衫金钟罩的，有气机的这个。一个是用气来阻挡，对不对？一个呢是挖一个洞让他走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哦，这个是对方的力量来的时候反加诸于他的身。他的动作做过来，我反而来加他，再在他身上，好吧？那我不可能翘脖子了啊，捏鼻子啊。那大家看一看。他们怎么看不出来？我不知道。下吗？捏鼻子。好，那动作。要你高举手。他有在动，他有在没有？我什么动？做得好的话，他会弹出去，你好像会捏鼻子。相信吗？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太多关系了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啊，小心一点哦，老虎头了啊！霸王请客。过来，轻一点啊，来，过去。当心当心。哦，这个很霸王请客，这很痛啊，这很痛啊，这很痛，这很痛，放下啊。那个，那个乐乐姐到这边来。好。你到这边拍，到这边来。不是要你，要他一弹，但你去弄流利啊，弄流利啊。你看，是他现在已经很痛了哦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再放松，再痛，再用力。我告诉你，擒拿怎么脱法？我哪里用擒拿？我用佛学的方式。好了，这个是明年度的课程，大家回家相处。且听下回、明年我大概还不会老人痴呆症。且听下回。漂亮不漂亮？